有一天哦，约会嘛，那他一个小时就好剪，然后 set 好了，出门好不小心看到自己，哇，不好看，回到家然后戴帽子出去，那一个小时浪费时间。我突然觉得戴帽子干嘛？梦多好适合跟小倩坐在一起。对啊，那根本就是女版的梦多嘛。他们两个讲话的 tempo 也很像。小金，你坐这里，孟多来。其实我跟他认识很久，因为我来台湾的时候，他带我出去那个喝咖啡，对不对？你带他出去？哇！对对对，好配哦。那个星巴克，然后喝咖啡，然后怪不得整个人招奸癖。我觉得还是你不用这样抬头就好。真的真的不要再讲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好胖，因为他们两个长得还蛮像。有夫妻脸呢，有夫妻脸呢，搞错，结婚的。七点呢？大阪人怎么样？对啊，我们真的，我因为九九，我大阪，我是大阪人，我大阪人不太喜欢九九的。我前面真的不喜欢大阪人，不需要九九人。